确认到说，这个话刚刚在讲说这种文字哈，其实另外呢，在这个像金碑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其实跟这个玛雅文化跟埃及文化有一些相近哦。过去在讲这个，就是那些壁画里面呢，是到处都是，包括剪纸艺术，你就到处上面有窗花，也有万字标，要写连续图案的。好，可是宗教后来拿来用而已。那我现在跟各位讲，其实圣经这个目的不在乎他们讲的什么东西，除了圣经记载以外，还有很多是真的历史成为的埃及，这个是图案，这个是图案，这个是文字，这个是破解以后，这个是面观，这个是面曲。